秋山控制，秋山一定没有教过你是非善恶。你是不懂，要是懂的话，一定不会这么做。是非善恶我不懂啊，我懂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同类相似的。 在这待着干什么？不怕我一会儿凶性大发把你吃了吗？啊！翠翠，你是不是病了？跟你没关系，赶紧走。是不是赤伞的力量？赶紧走！